是大山和大湖，然后南边的话呢就是完全靠着海，对吧？然后它都是那个礁石或者是那个大岩石，不太一样，地貌稍微有一点区别。我想吃好吃的，吃好吃的，住好的，穿好的，都要好的。这是有一点叫 fjord 的，实际上翻译成就是一个海湾海角，就是它那个伸出去一块是吧？它应该是那个 island 伸出去一块。他说这个 fjord 的这个 word 呢，就是从冰岛语或者是就是北欧这边的语言来的哈。这儿好像又是一个 viewpoint， 一会儿我查一下这个叫什么。其实呢，在 Iceland 地名什么的都不重要，重要的就是你欣赏美景。这边是个海景，太漂亮了。鹅吗？这个大鹅好大呀！一会儿看它们肯定都是浮出水面的。还有这边，你看多好看！这是加拿大鹅吗？哇，真好！这是天鹅吧？哇，这是天鹅吧？我觉着。Thank you.
个是叫做 Latanajo Cool National Park S Adventure， 我想它应该是滑雪圣地。它是每年的六月份到九月十号开的，是吧？Yeah, we want to eat. Do you have the restaurant here to eat? Oh, see, do we need a reserve or no? We can just walk in, right? Oh, it's 来的有点早。他说，六点，现在好像是五点半。他说六点的话才 serve dinner， dinner 一般 serve 到九点，但是他们通常会开到很晚以后，而且基本上问我们是两个人。他说不需要 reserve。这边还有一个桥能发现，然后面前呢，它就是叫做 Lagoon。这叫什么拉贡？这就是他们说的冰湖，上面都是浮冰。来介绍一下，这是冰岛的 ice lagoon， 就是冰川湖，冰湖也叫。它离那个 Diamond Beach 很近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冰湖上面那个冰块常年不化，像我们现在都是八月底很热的，但它还是不化的，冰岛，所以很美。然后我们看看这边的景。好，这边，然后我们再看看这边。看，这个远处有一个桥，把那个 Ice Lagoon 给扫一下，在山坡上。出的冰山，大家都是把车停在对面，然后就开始看这个冰川湖黑沙滩，因为它的沙子是黑的，但是它也叫 Diamond Beach。 画展吗？冰多美啊，就这一块。我们俩现在 Diamond Beach， 为什么叫 Diamond Beach 呢？它也叫Black Sand Beach， 黑沙滩，因为它的沙滩上，黑色沙滩有着晶莹剔透的冰块，有些冰块都是千年形成的，所以从来不化。这就为什么现在是冰岛的夏天，你看浪很大，你看都是 Diamond， 希望是真的，这样可以捡回家的，不用上班。
藏它在里头的也行啊。啊，这是为什么这么大呀？这个是里间，里间是不是住在这里的人吃饭的地方？但是也挺好的，这个伞厅，我喜欢它这个。我要问他一下，那个洗手间在哪？这种桌子旁边的话，他搁了一些小古董，特别好看，很喜欢。这是我的。哎，你那个挺好的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是 Arctic Char， 北极鱼，长得很像三文鱼，但不是三文鱼。那你看这个，这个、是羊腿吗？我就知道了。照一下这个酱，这个酱好像是红色的。这个呢是土豆，这是番茄酱汁，这是桂柳牛肉，这桂柳牛肉特别好吃。来，这还是一个挺 popular 的，它是排名第二的。第一的话，它是吃那个 fish chip。这个餐厅不仅吃饭，里面还是一个小饼子呀。啊，还有水。哦，我是进了牛棚了，等一下啊。这就是那个事儿。